恭喜恭喜，热烈祝贺南通百戏锻造男艺术馆隆重开馆，希望艺术馆越办越好。段老师是我们尊敬的艺术家，他为弘扬中国文化尽全力，希望段老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这里是三藩市市政厅广场，我是谭博士，我是伯克利大学经济系大学委员会的委员，也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百万经纪。